蛇头好啊！诶，死咗？原来唔使蛇头嘅咩？咁好易玩喎、啊，穿心箭。咁已经系唔系人类难度嚟咯？我已经系已经觉得好易玩，即刻唔同晒。哟，一定要蛇头啊，大佬！咁箭咪好用个枪啊？咁好屈喎！我冇屈机喎，我啦呢个又即刻一停过会唔会啊？啊！即刻难度会变成 B B 仔难度。废物！如果箭系唔需要穿，只要唔需要爆头嘅话，根本系易如反掌。我话俾你。黐线！正蠢材，黐线一下爆我头白痴啊！呀，黐线，个低能啊！我的天啊！哇！我的妈！哇！点解有人都冇啦？哇！执翻嚿嘢先，好鬼惊啊！哇！哇！好醒啊，条契弟！啊！哎呀！啊！贱人！系咪死清哥？哇！咩啊？啊！哇！我的妈啊！点解有啊？啊！食屎仔！啊！漆黑系对我哇！我低能我，哇大佬，你放我一条生路嘛？啊！又开啦！哇！救命啊！鬼鬼啊！黐线啦嘛！换咗，我想换猎枪啊，大佬！唉，啊啊啊！我今日训练咗，我已经研发咗个战术。玩呢个游戏一定系要用长板桥战术。我话俾你听，只要守住长板桥咧，就唔会输。我一阵会话俾你听，长板桥喺边度。哇！大王，黐孖筋，喂，点会咁样啊？完全唔同咗啊！我点解会有人又系黐线黑得滞？嚟啊！我系邓国张飞，板桥。好乖，冲啊！上啊！跑快啲啊，艾莉！好，捐过去。嚟啦！我今次会直接去到呢一个位置啊！你睇住啊！上啊！上啊！靠匿埋，攞
另转头先，因为有机会呢度会有两个嘅契弟，我走啦。仲会仲有一个契弟嘅，嗱你啦，一切都系我意料之外。好上，呢个时候要即刻换战噶啦，只要上到长板桥我就赢噶啦。系你呢个留心啊，上面会有个契弟嘅。好，见到嘛？好，杀得好啊！仲争少少嘅咋？好，仲有啲契弟喺前面，你见到嘛？佢一望紧过嚟，呢个有猎枪嘅。喂，好左右望啊，大佬！吔屎啊！龟西，点解会有人发现啊？第一时间即刻走翻去长板桥，翻去长板桥啊！散弹枪豉油，翻去执嚿砖头先啊！好，睇睇啊！而家喺长板桥啊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而家有个契弟喺前面，亦都有人敲紧门，所以我时间必须要好紧迫嘅。有人嚟啊！攞砖头护身啊，近身嘅话，哇，系好险啊！成日回马枪，顶住啊，艾利，入砖头，啊！即刻翻去，感染者。差不多去到尾声啊，已经是第三波啊！而家要点做啊？我要引佢鬼打鬼，使用驱虎吞狼之计。哇，系见唔见到有个契弟已经喺嗰度啦？死仔包，我冇砖头阴公，走啦！有感染者，你仲喺度搞我？长板桥你要顶住啊，艾利！哇！你见唔见到佢哋喺射紧枪啊 ？bang bang bang！ 哇！有佢哋鬼打鬼得噶啦，而家我哋喺呢度守住，佢又未搞到门，最好死晒，我死啊两个！达郎妙计安天啊！哇！搞唔搞佢好啊？定等佢等多一阵？哇哇哇哇！好危险啊！哇，好惊啊！点算啊？我想揿 start 掣啊！喂，大家点好？好惊啊！应该得翻呢一只噶，喂，点算啊？揿 start 掣先。而家点搞好啊？喂！射用散弹枪，而家要点做？第三波转猎枪好啲，唔好出去住。要点做？用弓，用弓定散弹啊？喂，我真系唔知。用弓真系大班，用弓使唔使射头啊？定射心啊？我成手都震晒，而家好辛苦，真系死咁滞。用弓啊，弓冇声啊 ，OK。鬼迹好难遇啊，大佬。
哇，佢唔死喎，老友。点搞喂？应该要点做啊？用砖头慢慢行过去，掉死佢定点啊？哇，好惊啊，大佬！行后少少先，我想停一停。好惊啊！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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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唔好搞我好嘛，求下你。喂，佢癫啊喂！应该点做啊？我停一停先啊！专家一刀，枪，快走！去开门，有人话枪唔使打，使唔使打先？其实过去执弓添啊，仲枪射死佢定用砖啊？枪一下秒唔使爆头，系咪真系啊？你知唔知生命冇 take two， 砖加刀，砖定刀啊？砖刀定枪应该话？我用砖啊！等啊，等啱个位先，冷静少少。就是这样。如果仲系活着嘅，唔使俾惊喜我啊！你会同你嗰班朋友一样下场，听到未啊？ Yeah. 啊！长板桥之人、啊， yeah. 我已经胜利。好嚟啦，执埋个砖头先。我而家系咪已经胜利啊？呢度咪有戰執翻啊？啱啱冇啊，老友！啱啱嗰只嘢真系刺筋、伤脑筋、垃圾不堪一击的家伙，大地在我脚下，个个统一清白，二名六国是谁？手刮翻啲资源先，太易玩了。刺筋嗰只嘢真系好劲，嗰只蘑菇人死仔爆，杀到黐线。仲有冇咩执啊？定系开门啊？而家应该唔使惊啦，系嘛？算啦，开门啦，搵翻乔尔啊！你一定要活着啊，乔尔！终于开到呢个闸啦，好！噔噔，最后我的我们留低。太易玩了啊！呢个游戏唯一嘅评语系咁样啊，你点睇啊？绝地大师系啊，我系逆境，我喺绝处也可以逢生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呢个就系我示范俾你睇，只要有斗志，你好似张飞咁样，你要揾到你嘅长板桥，
人生啊有好多难题嘅，呢个系教你，大叔教你上一个人生哲学课。你喺楼下，楼下嗰度，我寻日嗰度杀咗几个都系冇用，因为嗰个唔系你主场，冇意思。你一定要揾到长板桥俾你可以退啊，有几个位俾你退下、褪下、退下、褪下，咁啊有机会赢。人生就系揾到你嘅长板桥啊，系啊，呢个就系咁啊，好似嗰啲咩。你爱话咩？每个人都有段背山，我就话人生都有揾到你嘅长板桥，咁你先可以走落去，吓、啊？点解绝地啊？冇奖杯嘅、啊？我玩得咁辛苦，都唔俾个奖杯人，黐线啊！精神有问题啊！